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国小女子组200公尺预赛进入决赛名单，东影国小双手。新庄组200公尺预赛的第二组。离开，离开，来走掉。水干乡周志成，水干乡周志成，南干乡刘思书，南干乡刘思书，马中连二刘玉成，马中连二刘佑成，南干乡王明亮，南干乡王明亮，南干乡陈。好，上上进行的是社会篮球有800公尺的决赛。其中穿黄色衣服代表南干乡的陈永生，在本次的赛会今天五一万都打破大会纪录。他的专长应该是跑越远越好，跑距离越长越好。加油！目前他的配速相当稳定，目前这个配速是有机会打破大会纪录。第一圈他用65.80秒来完成，跑65.80秒来完成。马中联络李佑军。在大家都已经离开之后，再调研也打破我们的大会纪录，打破大会纪录。江森想起精彩的200公尺决赛，在第四跑道的是建设国桥，在本次的赛会100跳远，包括他在其他准备的比赛表现都非常出色，那一天就突破了。在这边来再强烈的稍微记下来，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的镜头没有打得到，所以我一直在强调，早上预赛5号跳1号预备。场上上正在进行的是国中女子200公尺决赛，暂时领先是建恒国中曹雨婷，加油，以及建设国中刘玉婷。建设国中刘玉婷，建文国中曹雨婷、严作婷，加油！两位选手加油！曹雨婷、刘玉婷，加油！参考国中男子中，国中男子200公尺决赛，加油！在预赛的时候是以中山国中刘子珍暂时领先，加油！建设国中陈兆新，加油！加油！陈兆金加油！好，
介寿国中陈兆新，加油！是杀了，好，都讲过了，好，好，来，快来，第二棒进去，第二棒想走，第二棒多久了？拿第二棒进去，拿第二棒跟老师走，好，第一棒也可以进去，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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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十棒，可以拿了吗？来，你不用，好，这边啊，对，第二，倒数箱第二个，把它拿起来，来，第二个没有，第二棒进去是国中女生。四乘四法接力决赛，也就是我在整个比赛来讲，我今天是接力最累的项目，所有选手都加油。目前稍稍领先的是谢世侯中。谢世国中，东胜国中，东山国中。好，这次跑最棒是李佳恩，在四百公尺后的第三名。来，选手加油！中山国中，四小路。这次国中跑最后一棒的是四百公尺冠军的刘玉婷。好，在这次的比赛，参加200、400、1500。好，第三棒、第四棒，好，第三棒、第四棒跟老师，三四棒向右转，来跟着老师走，这边，三四棒。第三、第四棒，好，第二棒，第二棒到那边。第一棒是不是？国中男生四乘四百接力决赛，在第四跑道是第六国中，第五跑道建仁国中，第六跑道中山国中，第七跑道中正国中。都要在一起了，加油！来，加油！领先的是谢硕，谢硕双振。
跑内道，跑内道。张瑞轩哈，那么在这一次的比赛，不仅在一百、两百、四百，都表现得相当好，加油！以及东胜的张卓浩，加油！中山周贤佑，加油！那么他在羽球方面表现也非常好，也获得单打的冠军。林兆勋，加油！张志明呢？恭喜谢胜德东率先抵达东北参考成绩，各位到球场分享掌声哦！恭喜东北东东又超过，不错哦。第三名的鲁墨游泳，加油！四百、八百，刘叔叔加油！加油！张德耀、张金康，加油！张金康四百在这次冠军的选手，加油！来向前，向前！好，我们恭喜蓝山江。以三分九秒左右才完成，这位加油，我们两位选手加油，加油，好像你们家的都在了，来，欢迎我，尽力尽力，我操，在校园也有冠军。